原警围捕，拿出电击枪，失联移工边跑边尖叫。警察按下电击枪，发出滋滋滋的声音，想要喝阻，结果失联移工吓坏了，反而跑更快，跑给警察追。被吓到，直接越过台湾大道的中央分隔岛，窜进山区，逃得无影无踪。另外一边人行道，他的同伴也想跑，但被原警压制在地上，逃不了。事发在台中沙鹿，10月1号深夜11点多，一开始是民众报案，疑似有移工聚集，酒后发生冲突。快打部队到场，只剩两名移工还在，其他人都鸟兽散。两人是越南籍，被逮的是一名28岁阮姓男子。盘查过程中，两名移工男子不听制止而逃逸，警方以电击枪来喝止。阮姓男子被移交移民署收容，另外一位落跑的移工，警方也会同移民署人员查缉当中。TVBS 梁永汉、罗欣，台中报道。